好，我是小秘书。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活动哦。之前呢、有位猫友呢给我们麦子龙购买了这一个猫咪的鱼缸，但是呢因为他们家里的环境呢空间不足的关系，让它放不下，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讨论了一下，然后这位客人呢他就决定要将这一座猫咪鱼缸呢赠送给喜欢猫咪、喜欢养鱼的朋友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喜欢这座鱼缸呢，麻烦请到我们官方 LINE